笑，这仗怎么打呀？没事，加油。他去精神了，你们简单看一下我们的吧，了解一下。 打起精神，打起精神！哦，好，加油！啊，好。对，还有点事，我先去。我觉得有道理。程昱那边在搞什么鬼？想走怀旧路线，一看就是经费紧张。你能赢得了吗？绝对是碾压。 一定要把商场那个看客全都吸引到我这儿，人山人海那是最好。这次我们花了一大笔钱，你一定要砸出水花。瞧好了，不敢保证是物超所值，但最起码一定是物有所值。别这样子，一直在里面嘟嘟嘟嘟嘟的，好啊。 要诚意一点，诚意一点。徐总，快请。来来来来，我跟你讲，别朋友，来来，你看看我们这个展厅怎么样？老板，大家光临，有失远迎啊。我跟江湖学的真是越来越有才。我觉得挺不错的，做的很精细，有种回到过去的感觉。是我们这个就是按照这个国潮风来创意，挺好。但是也抵不过财大气粗的自由行。 哎呀，这别找他，人自欺啊！没事，这期很久也没做预算这么充足的营销活动，挺好的，让他们去吧。哎，江湖呢？他还没到，都10:30了，他人还没到。是啊，他不到，这个开不了场啊。今天江湖不到是不行的啊。啊，我大概能想到他去哪儿了。我也知道。 我去找他，尽快把他找回来。你们先忙。好。那我们再等他，尽快。哎，我们这边看看好不好？我们腾越的鞋，腾越的鞋，有没有？